嗨，我是 Kevin。如果你是摄影师的话，那你一定有用过三脚架。好，市面上大部分的三脚架都是这种旋钮的锁定装置，所以你如果要松开所有的脚管，然后把它升到最高的话，你要花非常非常多时间。你要这样慢慢的松开，然后再锁定。这里要松开，再锁定。这里松开，锁定，松开，锁定，松开，锁定，松开，锁定。这种旋钮的锁定装置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假设要调整高度的话，你一定要弯下腰。才可以去调整那个脚架的角度，那你这样子要一直弯腰，然后再去调整，然后再继续拍摄，你要一直弯腰，一直弯腰，超级麻烦的。所以今天有一个脚架超级酷炫，可以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我们的 YC Union Pinta Peak Tripod 松塔巅峰三脚架。那我们就来开箱吧。盒子里面有另外一个盒子。OK， 那这里有一个完整的脚架收纳袋，那它有一个提把可以提，然后也有一个背带可以背。虽然这拉链没有品牌，但是它的拉链算是蛮滑顺的。那这个脚架袋子算是蛮长的，因为它在上面预留一个差不多20公分左右的空间，让你放你的油压云台啊，或者是各种摄影云台都可以。那上面还非常贴心的给你一个软软的泡棉隔层，就是让你保护你的云台不要在运送中碰撞，这还蛮用心的。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YC Union Pinta Tripod。 这个收纳袋里面最后还有一个拉链隔层，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的小配件，有一些螺丝跟六角扳手，有一本说明书，有一个脚钉，就是你如果在沙滩啊或者是泥土里面，你可以换你的三脚架的脚变成这种钉子状的。然后我们还有附给你一个圆头的脚，就是如果你不喜欢那种原本上面已经套好了这种可以调整角度的脚的话，你可以直接换成这种固定脚的脚，就是看个人喜好啦。然后还有另外一本说明书，然后没了。那我们就直接来玩一下这个三脚架最特别的功能，就是它的快速高度调整系统。完成，从最低到最高，就这样瞬间搞定。所以你这样子任何的高度调整都只要用上面这个板扣来调整就好，你不需要弯腰再去那里慢慢的锁紧你的三脚架，再去那里哦怎么慢慢调整，然后哦又要再微调，哦又要再锁紧这边，这边也没锁紧，这些问题都完全消失了。好，我已经发现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太喜欢这个可以调整角度的这个脚，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快速放到地上啊，结果它就这样歪一边，然后结果就是你还要再弯一下腰再去调整它，很麻烦，所以我直接把它换成我们里面附的另外一种脚试试看。好了，我把所有的脚全部都换成这种固定形状的软 Q 脚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万用的脚，我叫它万用脚好了，因为几乎可以打遍天下，就是你不管是在各种环境都可以派上用场，除非你是在一些湿湿的环境啊，那你可能用脚钉会比较适合，那其他的环境 90% 的状况，这种固定形状的软 Q 脚胶还蛮赞的，那很棒，它有在附在袋子里面，不用你另外购买。那我们就直接来分享这个三脚架的外观，还有一些功能的部分。像上面这里有一个云台，因为我买的是碳纤维版本，那它就是标配一个 coconut 云台，可以快速来调整我们的弯弓的角度，不用在下面这样慢慢的锁。如果拍片的人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把手，那我在展场，他们是说这个把手是给你往上拉，快速调整高度的时候方便使用。那你如果要把它拿来提着走也是可以，但是就看你个人喜好啦。那你也是可以用螺丝把这个把手拆掉，如果你完全不会用到的话，我应该就会把这个拆掉，因为我喜欢直接抓着云台，然后就是使用我的暴力去调整我们的高度。水平仪的部分，脚架本身有一个水平仪，那这个 coconut 椰子云台上面也有另外一个水平仪，所以就是各种水平仪。 OK， 那我们快速把我们的把手拔掉之后，我们旁边有两个1/8的有配ARRI 固定插销的孔位，还有另外一个刚刚我们把手拔掉这个是1/4的孔位，它也有 ARRI 的那个 NATO 固定插销，让你的配件不会这样扭来扭去。那这个椰子云台拿掉之后，这上面就是一个 75mm 的通用型的碗弓，那你想要放各种的沙雀啊，各种的云台想要放到上面都可以，就你只要 75mm 通用都可以放到上面。这高度调整的这个板扣呢，我觉得设计也不错，它的面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你真的是轻轻松松，你闭着眼睛都可以去控制这个板扣的部分，你不会什么摸不到啊或者是找不到的问题。那它的边缘也都有做一个圆润的切割设计，就是让你不会刮手啦，因为有些金属就是
为了偷工减料啊，那兵员都那非常锐利，然后非常刮手，这个没有这个问题。那脚管调整角度的这个装置跟平常普通的脚架没什么差，就是一样拉开，然后你有三段的调整可以自由做选择。那你拉回去有一个特别功能，就是你中间按下去的话，你三个脚管都按下去，它就是一个脚管锁定的移动的设计啦，就是它的脚管不会莫名其妙的被撑开，所以你就可以抓着脚管就这样子拎着走。其中的一只脚管有包覆着这个橡胶啊，还是一个软软 QQ 的材质啊，让你在冰冷的环境，你不会直接握到这个超冷的碳纤维管，你可以握着这个软软 QQ 的细胶橡胶的软 Q 垫。那来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碳纤维版本的 Pinta 三脚架，那它还有另外一个铝合金的版本。那我现在手中我买的这个是碳纤维版本，那它官方是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碳纤维到底是几层的碳纤维，那没关系，那我们知道管径是39、34、29，对，没错，39、34跟29三个管径，所以算是还蛮粗壮的脚架啦，这个管径算是还蛮粗的。这个我们平常脚架旋钮锁定装置这地方，他们都放了一个橡胶的软 Q 的垫圈在上面，那应该就是为了避免在我们运送中挤压，或者是这样子捏起来的时候，脚管跟脚管，因为碳纤维跟碳纤维如果这样挤压的话，它就会碎掉，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算是保护啦，就是我们有这个橡胶的圈圈，让你不会脚管直接跟脚管粘在一起，然后直接把两根脚管捏碎的概念。那接着我们来做一个脚管 Q 度的测试。那现在我们脚架是呈现一个最高的状态，那我们看看我们的脚管算是一个偏松散的状态，就是它可能关节啊没有锁的像是你手拧的这么紧啊，就是里面中间还有一点点的间隙，微微的晃动，但是还算可以接受啦，没有到整个快要解体，但是这个 Q 度感觉不是管子在 Q 弹的折，因为这是碳纤维嘛，所以它其实还蛮脆的，蛮硬邦邦的。那动应该就是这个关节锁定装置的地方，它在微微的晃动，算是还 OK 啦。那整体脚架应该还算可以接受。好，我们把脚架降低了一些之后，我们的脚管还是有微微的晃动啊，就是整个还是有一点在中间这个机构的部分，中间关节的部分还是有一点的空隙吧，就是它没有压得这么紧，所以你的脚管跟脚管中间还是会微微的晃动，那算是 OK， 但是就有这个小小的细节需要注意一下。那我觉得这 YC Union Pinta Tripod 它打在一个正中间的一个市场，就是你要拍照片也可以，拍影片也可以。那你如果要拍摄照片的话呢，这个脚架就稍微有点重了，它是 3.5 公斤的碳纤维， 3.5 公斤的碳纤维，平常的碳纤维脚架顶多超级无敌粗，已经超重了，顶多3公斤， 3.5 公斤应该是市场上还没有看过这么粗勇的碳纤维三脚架，但是就是粗勇啦，那脚管也还蛮粗的，就重量是一个缺点。如果你要旅游啊或者是干嘛，你就肯定不会带这个三脚架，你会累死你自己。但是你如果喜欢这个方便的高度调整脚管设计的话，因为拍摄照片也是蛮 OK 的啦。那你如果要拍摄影片的话呢，这个也是一个还蛮特别的，就是你上面有一个 75mm 的碗弓，可以让你放各种油压云台啊，那你要放这种平的油压云台也 OK， 就是上面有这个 coconut 这个云台，可以让你去调整我们的油压云台的角度，因为你平常平的脚架是没有办法调整油压云台的角度，那这种放上了 coconut 你就可以调整油压云台的角度，或者是你直接放到一个 75mm 的碗弓也是 OK 的。那拍影片这个三脚架就是算是一个非常轻巧的三脚架，那你拍影片呢很容易就简单就超过 3.5 公斤，可能两管、三管的、四管的之类的，各种三脚架拍影片的都有。那这个有这么高动机性的可以高速调整你的高度调整的应该很少，就除了那个沙雀吧，有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啦，
你的脚架可以这么快速吗？可以做我们今天的 YC Onion Pintar Tripod 的快速开箱跟分享影片。当然喜欢这影片，按赞订阅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这里有全部是开箱影片的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wan. Now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